想过要不要就这样解脱，难过忍着不说，不代表我软弱。如果你和我从未遇见过，没错，未发生过，也许各自生活。眼泪在滑落，什么也不用再说，回忆足够融化你我，还有那句承诺。既然爱情曾来过，爱过还未离开过，那么请抱紧我，别再冷漠，别故意闪躲。如果爱情也分对错，那么错的一定是我。想和你在天高海阔为爱执着。我来吧。百合，在医院你还争什么争啊你？我看你啊，这伤也没怎么好，要不然你先回去休息吧。妈，我要百合在这里陪着我。这样吧，你跟宁夏先回去吧。我今儿就做一回主，就让百合回去休息。谁留在这儿照顾你不是照顾啊？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？妈。怎么了？明老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先回去了。啊？阿姨，我先回去了。百合，走啊！怎么了？还不放心呢？我们会照顾好明朗的。百合，行了。宁夏，你也走吧。啊？哦，明朗啊。俗话说，伤筋动骨啊，要100天。你看，你看，你住的这医院条件也不好，到处都是嗡嗡叫的苍蝇，看着真难受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呀，赶紧好了，过两天妈就接你回家住了啊。这么快就走了？刘总他不喜欢我，不过没关系，我知道有人喜欢我，那就足够了。这个是那天晚上明朗落在我家的手机，麻烦你帮我转交给他。真是个自以为是的人。漂亮吧？哎呦，真好看。阿姨，您能把电话还给我吗？我已经两天没跟明朗通电话了，您又不让我去看他。哎呀，通什么电话呀？明朗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休息。哎呦，头疼的要命，快到我房间去，把我的药给我拿过来。哦。还不快去拿药，快去。哦。啊，明朗。啊。哎呦，太好了。这两天就能出院了是吧？啊，好好好。百合，哦，百合她没在家，出去了，一大早就出去了，谁知道去哪儿了？她可能去公司了吧？手机没接是吧？没接就别打了，这不是这两天就回来了吗？
好，那就这样啊。表姑，那小夫妻打个电话是你要管？什么小夫妻呀、啊？你懂个屁呀、啊、你！怎么了？在这白吃白喝，还封不住你这张嘴呀、啊？滚！快接电话！抖什么呀？吓着你了？要是知道害怕的话，就别干那见不得人的事儿啊。阿姨，我已经两天没跟明朗通电话了，我有些担心他。哼，不至于吧？两天没通电话你就担心了？你担心什么呀？担心我能吃了你是吗？不是的，阿姨。我没有。不是的，那还不赶快去睡觉？快去呀！你是不是觉得哥哥很没用？明明应该是我来接你、照顾你的，反而是你现在开着车来照顾哥哥。怎么会呢？你也知道，从小到大，你一直都是我的偶像嘛。只是我在医院躺了很久了，就想活动一下。那你经过这么大的灾难，你有什么感悟吗？有，珍惜现在，珍惜家人。哥，我们去个地方吧。哥，你还记得这儿吗？来这儿干什么？自从我们搬了以后，我们好像有10年没回来这儿了吧？不是10年啊，是12年。那个时候，我们俩都觉得这个树长得可高了。可现在看来，也不怎么样啊。可能是我们都已经长大了。小时候特别喜欢爬树。我记得每一次我在树上，你在树下的时候，你会问我怕不怕。我特别要面子，说不怕。其实啊，就是因为我在上面能看到你，在下面守着我，保护着我，我才能那么安心地往上爬。你又怎么会知道？那个时候我看你越爬越高，自己却只能站在原地。心里是什么滋味？你说如果能回到以前，那该多好啊！可是人总是要长大的，此一时彼一时啊。当然，小时候我会在树下始终守护着你，现在还会一如既往的在背后支持着你。哥，我跟你说件事。其实那天，我跟百合被困在仓库里面，我听到你的声音。虽然我知道那是个幻觉，但其实我心里面一直想着，就是你会来救我们。我心里面坚信，你一定会找到我们的。就好像那个站在树下面，
保护着我的大哥一样。生命无常，我现在就想珍惜我的每一分每一秒，去爱我所爱的人。动作快点，动作快点，都搬走啊，别让女主人发现了。回来了啊，大华，怎么样，进行的顺利吗？明天保证完工。辛苦了。百合，哎，把我的药拿来，我该吃药了。哦，阿姨，给您。哎，今天不是明朗出院吗？黎天去接他，怎么到现在都还没回来啊？是啊。百合，明朗，百合，我回来了。太好了！哎哎哎哎，我这么大个人坐在这儿，你就愣是没看见？妈。哎，百合。你为什么会穿成这样？哦，我在帮忙做家务。做家务？嗯。那丁嫂和阿霞呢？是这样的，这不是你住院了吗？所以我就想啊，趁这段时间好好培养培养她。你看，我麻将也不打了，专心教她怎么做一个贤妻良母，想给你一个惊喜嘛。妈，你不是跟我说百合在公司很忙，所以没时间来看我的吗？难道你把百合禁足了半个月？哦，不是不是，阿姨只是让我好好反省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一个人去。妈，你太过分了，你把百合当成佣人啊？明朗，我们是欢天喜地的等你回来，你还跟我发脾气？不是，江氏在赶工，你让百合留在家里，这样合适吗？明朗，你回来就好了，公司的事情有大哥帮我打理呢。你看你看，不是我不让他去公司的，他现在去了也没有用，他也不懂得管理，去了也是没事做嘛。百合，现在明朗已经回来了，妈，是时候把公司物归原主了。谢谢大哥。总之你回来就好了。哎，年夏，吃东西了啊。哎哎，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就教不会呢？你进屋先敲门，知道吗？年夏，你这是你这是。这是啊，你说的是这个吗？我怀孕了。哎呦哎呦，招娣呀，你不要吓我好不好啊？一个女孩子家的可不能开这种玩笑啊，别人知道了会笑话咱的。哎，我知道城里人开放，可是万一你真的肚子有了，那个人不要你了怎么办呢？啊，哎，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好管闲事啊？你管天管地还管起我肚子来了。我主要是心里不安。不安？你来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，我不是让你来当妈的。您下吃东西吧，我先出去了。
我要是真的怀孕就好了。上班要迟到了，怎么浪费这么多时间啊？妈，我们走了。啊，上哪儿去啊？上班去啊。上班？昨天不说好的吗？哎，明朗，那个你要上班你先去，我找百合还有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哟，你紧张什么呀？我还能欺负他呀？嗯，是这样的，三天前呢，我请了一个插花的师傅，准备让他到家里来教我们插花。这个师傅的手艺特别棒，真的挺难请的，所以我就想，等百合这几天学完了以后再去上班行吗？再说了，这么长时间你不在，百合也没管过公司，这不都是黎天来打理吗？你快去，到公司去吧。这么多天你也没去，你爸一个人在忙着呢。你去吧，别迟到了。那好吧。一会儿你好好学。嗯。如果有什么事就打电话。知道了。走了。我走了啊。啊。注意安全啊。江百合，我这十多天算是白教你了是吧？你就那么想去公司啊？行，你想去公司我也不拦着你，从明天开始，等明朗快下班的时候你再去公司行吗？丁嫂，丁嫂。哎，太太，把我那几件要手洗的衣服拿来，让百合练习练习。太太，衣服都洗好了。我让你找几件要洗的衣服就那么难吗？啊？实在没有的话，去把那个毛球的什么小背心啊，乱七八糟的抹布啊，都拿来，让他洗洗。好的。黎天啊，这哪儿啊？这么吵，这是？是，出去看看吧。怎么回事啊？谁呀？这一大早上的。大家都快着点啊！哎，那个木工师傅，我跟你说啊，那边我还得再打排架子，一定要长。哎，那个园艺师傅，那个百合那个架子，原来种的玫瑰呢？换百合了呀，改成百合了，谁让你换的？妈，明朗妈，在他眼里，百合清新，玫瑰太艳丽。走吧，通通都给我停下来！明朗，哎，什么事？这些天不见，你的腿好点没有啊？我已经好了。你累不累啊？这出戏什么时候才能够谢幕啊？现在是上班时间，到底有什么事？你是怎么计划我们的事情啊？我们什么事？不管你怎么计划，只要你提前跟我说一声，我一定会好好配合。宁秘书，帮我把这文件送到人事部。现在。把门带上。
怎么？今天晚上老叔啊，在想什么呢？我还能想什么呢？你想的那个人，他没有在想你，他在想别的女人。是吗？我可不这么认为。我认为一个男人的身体属于谁，他的心就属于谁。我可以这样理解吗？当一个女人的身体属于谁的时候，他的心就属于谁。你关心这个干什么呀？我真的好奇，那个男人已经被你征服了吗？你今天就是来找我喝喝酒，聊聊天吗？宁夏，我奇怪你为什么从小到大都这样，把一些不高兴的事情一直都憋在心里。不高兴又怎么样呢？只要我知道我们两个相爱过，只不过他为了家族的利益，必须要跟江满河绑在一起，把这出戏给演下去，这就够了。宁夏，也许有人可以让他们的游戏早一点结束。谁啊？你？还是刘总啊？不是我，也不是我妈，是江百合。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明天早上8点半你要准时把这个信封送到我家里。命运他只负责洗牌而已，玩牌的还是我们自己。谁回来了？是我。啊，回来了。是啊。哎，明朗，我跟你说啊，哎，你看，你看，我把这毛球训练的特别听话，你要让它往东，它就不敢往西。哎，要不你试试？哎，你来试试。这叫奴颜媚骨。毛球长好歹也是一个长，怎么那么没有个性？哎呀，怎么没个性啊？哎，大华，陪我去花园看看。快去。走吧。啊。来了来了啊，来了！哎，宁夏，哎呀，你怎么让他喝成这个样子呀？他有哮喘，他不能乱喝酒的。你，宁夏，哎呀，真是的，明朗，你别生气啊！表姑她就是一时激动，她哎，明朗，哎，你干嘛？哎，别，你听我说呀！妈，明朗，哎呀，妈，哎呀，明朗。算了，这么晚表姑都已经睡了，放心吧。喊什么呀？什么事儿啊？半夜三更大呼小叫的。妈，是不是你把百合给毁了？百合？百合那不是好好的吗？我怎么能毁呢？哼，要是能毁我早就毁了。我说的是那些百合花。啊，明朗啊明朗，我也明明白白的告诉你啊，我们离家能容得下万紫千红，却唯独容不下这百合。妈，我也告诉你，不管你接不接受百合，百合我是娶定了。
如果你还想要我这个儿子的话，你对百合好一点，要不然我跟他一起消失。你敢！哎，黎明朗，黎明朗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，为了一个江百合，你连你亲妈都不要了啊！快到了吗？没有，慢点。百合，嗯，快了。好了，到了。到底是什么呀？这么神秘？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。是啊，是送给美丽、温柔、善良的江百合小姐。太太早。嗯。李先生。嗯。早。嗯。妈，怎么脸色这么差呀？不舒服？你爸说我是黄脸婆，明朗说我是母老虎，你们都嫌弃我。哎呀，现在看来只有这个毛球不嫌弃我了，是吧？妈，您可不能这么说，我是不会嫌弃您的。明朗昨天晚上威胁我，说我要是再对百合不好的话，他就要离家出走。不会吧？他不会说这种话的。想当年我跟你爸，风里来，雨里去呀。我们为了这个家。妈，够了。这个故事我们从小到大都听腻了。你们很辛苦，我们心里都清楚。如果明朗他真的是这么跟您讲话的话，我会去教训他的。算了吧。不管怎么样，他也是我儿子，就不跟他一般见识了。李先生，咖啡。嗯。丁嫂，开门。是。哎，明朗呢？早餐的时候怎么没看见他呀？去哪儿了？哦，明朗他应该跟百合在花园里面吧。太太，是公司的宁秘书。哦。尤总，李副总。哟，我们家这门槛还真够低的，什么人都能出入。宁夏，找我什么事？哦，这是早上刚刚收到的一封匿名加急文件。匿名加急文件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啊？怎么了？给我看看。哎，妈，这是公司里面的事，你就别管了啊。哎，公司的事我怎么不能看呢？你就别管了。哎，给我看看，什么呀这是？如果不能按期交货，甲方将以1:5的赔率赔偿乙方违约金，总计人民币50,000元。什么意思啊？按照这个合同所写的，应该是江伯伯生前所定的合同，如果不能完成，照价赔偿。那是他们赔还是我们赔呀？哪还有什么我们的他们的，我们已经合并了，当然是一起赔。50,000万呐！江百合，江百合，你在哪儿？江百合。
妈，怎么了？有话好好说。你还有心思在这儿赏花？你是存心要把我们家害得倾家荡产，你才满意呀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慢慢说嘛。阿姨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误会？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，你看。怎么了？要赔5000万呢，明朗，5000万。怎么会这样？江百合，你别说你不知道这件事，你别在这儿给我装了，行吗？滚，滚，快走，从我们家里滚出去！妈，你别这样，把他撵出去，滚，从我们家里滚出去！扫把星，真是个扫把星！这么严重的情况，都没有调查清楚，我请问法务和财务，你们都是怎么在做事的？董事长，因当事者亡故及知情者的隐瞒，在债务清算时，我们没有发现这份合同。我不需要听这种解释。距离交货还有5天，如果我们不能够按时交货的话，就要赔偿5000万。明朗在签署合并合同之前，并不了解江氏的财务状况。不知情，不知情能当作推卸责任的借口吗？李董，订单的事情我是知道的。什么？你早就知道巨额债务一事，为什么隐瞒我？董事长，我建议马上终止合并合同，停止企业法人变更。我反对。如果现在反悔合并，就等于把江氏推向火坑，就等于把江氏置于死地。明朗，你想让黎氏和江氏一起跳火坑吗？明朗，你告诉我，订单有没有可能完成？没可能。但能完成多少就先交多少，减少损失。我听说江氏和秦氏签订合同的时候已经注明，如果不能够按时交货的话，我们得全额赔偿。明朗，只有5天，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完全不切合实际。办法总是比问题多，我会想想的。你会想想，能想出什么办法来？李董，我会尽我的全力。马上找几位专家看一下这份合同，仔仔细细的将每一条看个清清楚楚。火灾属于意外事故，看能否从不可抗力条款中找到一些支持，一定要快。李总，是你来干什么？李总，哎呀，听听吧。我江百合承诺付给救人赵钱孙，赵钱孙先生10万元作为酬金，绝不反悔。这事儿你没忘吧？我今儿啊是来拿钱的。原来是你，我跟百合是你救的吗？你既不报警，又不找人来帮忙，还差点把我们给害死，你还好意思来要钱？什么意思啊？想反悔啊？我那天可是出了大力气啊！我跑出去找人帮忙，现在你和江百合这不好好的吗？给钱吧。你是怕我重伤不治，怕受牵连，所以才跑的。我告诉你，我跟百合是被别人救出来的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请你马上离开。今儿你要不给钱，我就不走。林秘书，帮我打110，这里有人闹事。哎，对，行。姓李的，我算你狠，但是你给我记住，这事儿没完，我还会来找你的。
你的拐杖呢？我认识你。我不认识你。我认识你的拐杖。 这位先生，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？最近手头有点紧，您看能不能给点封口费呀？你想要多少？给个七八万吧。哎，不行，5万也行。 我以后不想见到你。哎，放心，以后我在你面前永远消失。哎呀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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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！大哥。 怎么往日无缘，近无仇的？您是哪路的呀？疼吗？疼！疼你给我记住了，以后少管闲事，再敢乱说话，我要你的命！嘿，不过大哥，你得让我明白，我得罪谁了？我以后好改啊！小子，得罪人还不少是吧？是那姓秦的让你来的？什么？姓秦？哎呀！ 不是姓秦的，难道是黎明朗？黎明朗？哎，不是，不是，那到底是谁呀？你猜猜，别打，不是黎明朗，难不成是那瘸子？瘸子，你瘸子，瘸子，瘸子，哎呀，瘸子是你叫？哎呀，我的钱，我的钱。 我的钱呢？我的钱！太太，应该吃药了。放那儿吧，一会儿再吃。 越想越气，真不应该让那个江百合进我们家门来。自从他来了以后，我就没过过一天清静的日子。我跟他来硬的吧，嘿，他跟我来软的；我跟他来软的吧，他只当福气受了。真是我们家的克星啊！ 你什么时候站在这儿的？阿姨，这是我做的蛋糕，您尝尝吧。滚！轮不到你来孝敬我。阿姨，您别生气了，我真的不是要有意隐瞒债务的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去解决债务的问题。您和叔叔还有明朗。 对我那么好，我是真心不想拖累黎家。江百合，阿姨求求你行吗？你就算是可怜可怜我这个老人的一片苦心行吗？阿姨，百合，你快点离开明朗吧，赶紧从我们家里走吧，你快点走行吗？
要不然，阿姨给你跪下。阿姨，好，为了黎家，我跪。阿姨您别。这样吧，江百合，我到你房间去，到你房间我给你跪下，我给你跪下行吗？阿姨，阿姨您别，我走，我走还不行？这可是你说的啊，你可千万别变卦。那好，我不送你了啊，走啊，哎，走吧，你走吧，走吧。阿姨，快点儿，走啊，这不是你说的吗？百合，不要走。还怎么又是你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这回可是江百合她自己要走的，跟我没关系。他平时都这么欺负你啊？怎么说话呢？谁欺负他了？你怎么血口喷人呢？谁血口喷人了？百合好欺负，我可不好欺负老巫婆。你不好欺负，你能怎么着啊？哎，阿姨，你想怎么着啊？现在都骗子，走走走，我怎么走啊？我不管，看你想干嘛呢？我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你再说，消消气，太太消消气。我跟你说，你一点素质都没有，我真应该拿蛋糕，我摔死你，太太。百合，百合，丁嫂，好好擦啊！哦，明朗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真看不见我，还是装看不见我啊？我去找百合，找他干什么？他已经走了。有时候，爱情比世界残忍，会让彼此突然变。世界里我一个人，冻结了泪痕，你是否还心疼？以为可以奋不顾身，却接受了现实的混沌。以为还有着倔强的灵魂，却发现失去了最初的单纯。你还是我最爱的人，心里最在乎的人。我尝遍所有可能，去演完这剧本。如果爱情不再残忍，时间会褪去伤痕。一起翻过昨天。